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哈、哦。题目问你说，甲乙丙丁他们的温度都不太一样，比热都告诉你了。那大家质量都是100，请问我这样子加热，每分钟大家吸的热量都一样的话，那哪两个可以同时到达80度C？我们先假设一分钟，或者是一个时间单位，它是吸收100卡。那我们在这个公式，不用太水 ，ms 就卡 t， 对不对？那甲一分钟 q 卡，它 t 一分钟就 tq 卡，会等于质量100乘以比热0.2，所以温度变化量是80减20，可以算出 t 甲 ，t 的时间乘上 q 一分钟多少卡，会等于 m 乘以 s 乘以 delta t 温度变化量80减30，因为它是说从30到80，对不对？就可以算出 t 的时间。再来可以算出 T 丙的时间，再来可以算出 T 丁的时间。那哪一个时间一样呢？就是乙的时间和丁的时间一样。同学，理化早市长曾经一定